好，所以你看我们就到这样来画，对不对？那你就想象，当然我们这个图有点难画，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们其实是卡在这个叶绿囊或者是泪囊底膜上，对不对？哈，就卡在叶绿囊或者是泪囊底，它就卡在叶绿囊或者是泪囊底膜上。然后就把，因为它都卡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60页，它就是一个平面，它都卡在上面。那把它换成这样，这个就是有一点刚刚课本上讲的能接的关系，对不对？大家能量吸收之后，然后聚集到这边，然后它再把光电子弹出去。所以我们要强调，它弹出去的是能接比较高的电子，所以就可以这样上去。这样 OK 吗？好，你不要以为它光就是在月亮膜上面，然后跟上膜外面，里面没有这样，它都在。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有不同的这个光系统，大家就一起传。好，我们就随便举例，就是光吧。所以呢，它上面这个就是 antenna pigment， 就是天线色素。然后下面这个就叫反应中心，来看一下这个，然后自己找答案给我。PS1 的反应中心是多少 ？P700， 对不对？那我来看你不懂，在左下角解释一下 ，P 代表 pigment 色素这个字。那700呢？700是700纳米，表示它在700纳米有最强的极光。这样 OK 哈、哦，总之是光的波长是吧？啊，所以其实就把这个叫做它的反应中心就叫做 P700。这样 OK 哈、哦，好，来我们再画这边。那这边，应该长得一样嘛？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宽，就比较窄，就是看错了。好，然后如果这个 PS2， 来，大家再想一下，告诉我 PS2 的 reaction center 它的反应中心是多少？对 ，P68米，对不对 ？P68米。好，然后表示这边还有一个。好，再起来 PS1， 来，你看看看课本，还是你要看黑板？是你已经记得 PS1 的反应中心是多少？对 ，P7。你看，我们如果要把时间很多把笔记抄完的话，你有没有看到课本上还有一点？每一个光系统都是由天线色素再加上反应中心，而天线色素呢，一定有约束 A 跟约束 B， 但是类胡萝卜素有一种 PS1 的类胡萝卜素是这个胡萝卜素，对不对？然后 PS2 的类胡萝卜素是叶黄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当然，课本60页的文字就是在讲这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好，所以大家就是来阳光打下来，对不对？阳光打下来，这个雨露均沾，就是为不管你是 PS 多少，就算你完全跟 PS 都无关，阳光还是会照在你身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大家都在那边照光，可是光的色素就不一样，不行，因为他们形成了传递光的系统。大家呢，那个光子撞进来之后，它就在里面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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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这样打到它，然后它就咕噜咕噜打到光子。这样 OK 哈、哦，所以它就这个电子就咻上来了，这个电子上来。那请记得这个时候就要看课本，就课本是不是61页上面有没有跟大家讲，还有讲下面的能接是比较低的，上面的能接是比较高的。这样 OK 哈、哦，好，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电子就被打上去，那它的电子就从 ground state 基态，然后打到 excited state， 就是另外一个基态了。不过你们喜欢用激发态。到最后一次 OK 吗？其实好像也没讲什么，对不对？就希望传能量打出电子，对不对？交易网上面稍微有讲过。来，那阳光一直照，大家都打电子，这个也是一样啊。能量传给他，给他，然后他就吸入他电子就打出，然后能量传给他，然后他吸入电子就打出。到最后为止都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每个光系统都这样。那现在问题来了，那我把电子打掉了，那我们就缺电子了。阳光会因为我缺电子了，就稍微有停歇了。不会，它会一直照，对不对？它离我们那么远，核反应不断在进行，照样成太阳系。我管你小小叶片，你的叶片体有没有光反应？光，对不对？太阳在不管你，它依然一直照。但是问题来了，你把电子打掉了之后，你没电子了，你要怎么办？你可不可以不断的一直打电子？不是，而且是爱因斯坦嘛，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电子被打掉以后怎么回来的？就是，而且电子被打掉的能见光，它掉下来的话会释出能量，最简单好懂的概念就是会发光。就是会发光，所以有人做实验，这样会看到叶绿体、叶绿素真的会发出悠悠的荧光。啊，你不用光去刺激它，其实降下来是会发有点暗红色的荧光，是吧？好，先不管这个哈。问题来了，我把电子打掉了，那我就没电子嘞，我没电子怎么办？知道吗？这个超霸气，没电子，电子抢别人就好了。电子这种东西，不需要担心，他就抢别人。那你要抢谁的？对，
植物体内到处都有，91%它是从水从土里面吸上来，从叶片蒸发掉的东西造成的，叫做水。它看到水就讨厌，而且里面还有自以为潇洒的飘着羊，对不对？一小一小一个小蝎子，是不是这样？用羊的脑神经，然后它就把水给抢走。所以 P68 就是电子屁股打出去，没电子怎么办？阳光一直照，抢水啦，抢水的搞定啦，它就把水变成抢。对不对？把水的电子就行。所以呢 ，P680 是天然的光触媒。我太快讲出来，应该有点难。它是不是光触媒？照光之后有催化反应的能力，催化水的分解。对，所以 P680 是Photoelectric。这个 P680 是一种天然的光触媒啊，它在照光的之下可以促进水的裂解。好了，那这个大家都可以抓住了。水的电子被抢走，它然后呢，水就不再是水了，那水会变成什么？然后那个氧这样一手一个嘛，对不对？也是以为很帅。结果电子被抢走之后，然后侄子就说：“你这没用的家伙，连电子都顾不好，哼！”就跑了，就不理他。所以呢，侄子会跟着电子跑。我没有平衡，我能力加的，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氧呢？就傻住啦、啊，他一手一个，现在竟然啊，这还被骂，然后他就跑了，对不对？对，整个人都痴呆。啊，另外一个氧也不说兄弟，你怎么？我现在觉得很空虚。没关系，让我陪伴你，两个人牵手就升天了，就变两栖双子跟你，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很不爽了、啊，这就是几十亿年前地球上发生的第一个大规模而且毁灭性的空气污染事件，记不记得？我们第一章讲那个叫什么东西？生命的起源讲过没有？啊，有讲。那我们如果要殖民火星，是不是要在火星上面重建这个过程？有点凶残。好了，我们先不管你，这样 OK 吗？然后就升天了，对不对？就很生气，对不对？就只是因为电子被抢走而已，就气回去了。原来是买只小鸟都骗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跳走，到这边为止 ，OK 啊。那就是 P680 嘛，那电子会不断打、啊，电子不够抢水的啊。然后呢，我刚刚已经讲过答案了，但是我再问一次：你电子不够不抢水的，你不怕水不够吗？还他怕不怕水不够？他不怕，为什么？因为如果植物体内的水不够大，连电子传递都不够用，那些植物怎么枯萎？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过，植物从土里面吸上的水90%以上都蒸发蒸发，还有别的代谢要用，留下来给光合作用、光反应提供电子的，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所以其实这个蛋是不予匮乏，啊，就这个程度而言，它不予匮乏。好，那来我们再看电芯板，对不对？这个虽然已经很久了，现在有 PS4 可是你也知道 PS5 比 PS1 哪里来，对不对？对 PS1 比较逊，为什么比较逊？因为它竟然没有光触媒的能力。它的电子打出去之后，它就缺电子，它都会抢水的，不行。那你猜怎么办？其实我刚刚就有答案。那我的电子打出去之后，我没办法抢别人，那我怎么办？我只能等掉下来的电子，我只能等掉下来的电子，爱上你，那就要等电子掉下来，等电子掉下来，这个也是一样的，要等电子掉下来，就要等电子。好，那问题来了。等电子掉下来，那谁的电子会掉下来？我们在这先停一下，我们想象一个无聊的场景。要我有人毕业了都回来，毕业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学，然后拍毕业照的话，拍毕业照的时候，我们我这样想象大学毕业拍毕业照，你想看到场景是什么？他们穿什么衣服？对，学士，你没有仔细观察过吗？学士服这个，你可能这个毕业颜色不同，不管学院的衣服，我爸妈会不会掉粉？可以看看。然后接下来的话，那个学士、硕士、博士乍看之下有点像，但仔细看不看？就后面还会有一些那种比较华丽的东西。那就是不要看年龄了，看年龄有一看就只看得出来，那有人看不出来，有那种已经很沧桑的感觉，他就有。对，其实就那个看不出来，所以你就要看他就是他。来，接下来还有呢，拍毕业照除了穿一身学士服之外，还会有学士帽，对不对？那我刚刚讲他们拍毕业照的场景，你会想象到是什么？他会丢帽子，对不对？那你这样看，他都是丢帽子，然后就拍照，时间就定格在把帽子丢出去的那一瞬间。你们知不知道帽子丢出去以后，然后呢？对啊，你不要这样拍完，很高兴就跑了，不行啊，还留下来洗厕所，知道我讲什么？知道你们洗的就是要怎么？知道我讲什么？好，来，我问你，你戴帽子又毕业了，然后接下来呢？必须你告诉我们，帽子会掉下来，对不对？而且你的帽子掉了以后，你要怎么办？你要把帽子捡回来，你知不知道？学士服不是你买的，是个学校借的。你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完整的交还给学校，学
它才可以盖一个栅栏，才能够完成一项手术。然后他只看嘛，哈，但除非很有钱，你要去定做学术，那是你的事。不过其实记得帽子要捡回来。那我问你啊，那你把帽子丢出去，然后把一个帽子捡回来，更好了吗？当然知道，对。汇丰嘛，还是什么？企业的是企业名字，人的是人名字，人姓名字，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是越消越那个吗？最厉害就是基金，就是你不管得癌症都不管嘛。有人这样我就讲讲。好，所以不知道是这样，没关系，一点都不重要。我们要讲的是帽子丢出去之后，你刚好捡到自己的帽子吗？还是你那时候不是很在乎，反正我丢一个捡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没错，对于第七百来讲也是一样。我把帽子丢出去，然后我把帽子捡回来。我把帽子丢出去，我把帽子捡回来。我很在乎这个帽子是我刚丢出去的吗？不是很在乎，只要电子可以丢来。好，所以呢，我们就讲它的重点是电子打出去没有了强水，那这两个怎么办？等别人打下来。好，话说我把帽子丢出去，然后我再捡回来就好。我不是很在乎这个帽子是不是我的，可是科学家看究事实的本质，还是很想知道你的这个帽子到底是谁的。而且你以为的帽子丢上去就没事吗？你知道在拍照的现场有很多怪鸟在旁边，那个虎视眈眈，因为他觉得帽子很好闻。反正你就把帽子丢上去，你知道吗？会有怪鸟半空中把你的帽子拦截，就飞走了。我的帽子飞走了，那怎么办？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有这种事情啊！他竟然是丢上去之后呢，然后竟然有可能会被一个家伙。他在半空专门捡一下帽子的，他就被捡走了。他就啊，怎么会这样？我的帽子丢出去被在半空中被人捡走，那怎么办？那显然他就不能捡自己的。哎，可是有这个运气不错，帽子丢上去没有空中怪鸟把你的帽子捡走，所以你就有可能把自己的帽子给捡回来。懂我的意思吗？像这种就是自己的帽子丢出去蛮重要的，感觉上就很自嗨的感觉。哎，你们会打拳？你们以后当然有可能这样想。我这个就是就会干事情，然后小孩子喜欢玩球池，是一件很喜欢。你跟小朋友在球池里面，你只会拿着球拍，那这样子不好。你可以打桩，你就可以练了。课也很简单啊，知道吧？那接下来两个就难，三个就难。因为我刚一颗两颗都是这样丢，然后这样丢，这样丢，那怎么办？三颗就好，三颗的话就要，结果我刚才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小孩？没看到，人家正常看到不太可爱，会先丢两颗，好，没关系。所以其实对他来讲就是什么？但是你像这种自爱型，就是自己这样，就是一直丢，对。那这种呢，这种就是很衰，球丢出去然后会被人家抢回来。你会有拖把，只会跟那个另一个地方去把人家球给人家抢回来，就是像这种，这就抢走了啊，他的球就被抢走。那抢走之后怎么办？显然他的电子不会掉回来，那怎么办？那有什么怎么办？这旁边不是有一个人，他的帽子源源不绝地被抢走了，这样 OK 吗？所以呢，他的帽子就掉下来了。所以科学家就把它拼在一起。别忘了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慢慢这样讲，因为对他来说，我是 PS1， 我是 PS2， 我很在乎我的电子打出去，我自己的电子有没有回来？没有，我只在乎我的电子没了，然后我可以补电子。我的电子没了，然后我可以补电子，就这样。但我的电子化学会讲对吗？反应的单位的电子打出去，又有一个后，就是动，叫电动，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很不稳定。好，我们先不管这个，到这边 OK 吗？所以科学家就把电子传递，就这样分，好吧？这个最简单，这个最单纯，对不对？这个自嗨，电子激发打出去，然后掉下来，然后激发打出去再掉下来，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就把这个叫什么？就把这个电子这样子传的过程，就叫电子传递，就叫 electron transport， 就叫 EP。然后后面呢，有人会说叫 chain，CHAIN。这叫电子传递链 ，EDC， 一个电子收费系统的感觉，对不对？或者有人会讲 EDS， 等等，还是小学，好，没关系。有人会喜欢讲 chain，CHAIN， 有人喜欢讲 system， 啊，就有电子传递链或电子传递系统。那么这个呢，这个就被叫做 cyclic electron transport， 这个就被叫做循环式 ，CYCLIC，cyclic 就是个形容词。这个就被叫做 cyclic 循环式电子传递。
那 OK 哈，那这个呢，这个就叫做 non-cycling， 就是叫非循环式电子传递。为什么叫非循环式？因为电子打出去之后，把水的抢来再打出去，掉下来之后 PS1 接到，打出去之后再办公室来接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哦、好，那还没完哦。那你的电子打上去，我们刚不是说这是一个能接吗？它能接的越深啊，我们接到几百台，所以这是一个高能电子。然后接下来它的能接会释放，那这个能接释放是什么例子？其实不管是在这边或者在这边，这个高能电子一打出去之后，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得到电子、失去电子、得到电子、失去电子的过程。好，所以我这一打上去，这边就有人把电子抢走，就会有人马上把电子抢走。然后他就很高兴啊，他接受电子，同时又容纳质子，对不对？然后刚刚不是有个质子吗？他说：“哇，你接到电子啊，你真棒，我跟你在一起吧。”之前那家伙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对不对？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他就很高兴啊，耶！我接到电子，同时又容纳质子。结果呢，旁边有一个家伙就冷冷看着他，然后就跟他说：“你在高兴什么？我电子亲和力比你强，电子拿过来，我就把电子抢了，对不对？”然后把电子抢了之后，刚刚不是有质子过来吗？所以你真棒，你抢电子。然后接下来这个侄子也是，就说你怎么没用啊？我还有一样一样，我看你还有到哪里去，就是哪里，对不对？然后侄子就跑了。然后接下来呢，我刚不是想要电子，我很高兴嘛，对不对？然后又有侄子过来，另外一个侄子过来，然后又让我高兴，然后旁边又有电子，没高兴什么？电子亲了一笔抢的电子拿过来，有没有？就有这种一连串的得到电子、失去电子、得到电子、失去电子的过程。来，谁可以告诉我，学化学的人会把这个算出来？一连串得到电子、失去电子、得到电子、失去电子的过程。这就叫氧化还原嘛，就叫氧化还原。学生物的人当然不会把它叫氧化还原啊，因为我不会解释，所以我们就把它叫电子传递和光子传递。对，所以它叫电子传递，它就是氧化还原的。这样 OK 吗？啊，所以其实就是不断的传，不断的传，不断的传。然后呢，到最后电子总是有个归宿。对，最后的电子接收者是谁？就是 NADP 正。这个我们刚刚有先讲过，光反应就是产生 NADP 正。但是呢，重点来了，来，谁可以告诉我？它会从 NADP 正变成什么？变成 NADPH， 对不对？是太快了，还是不要自己？就会变成 NADPH。你看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这世界都骗人的 ？NADP 正可以接一个 H 正，变成 NADPH， 这不是很怪吗？对不对？来，能不能记得我刚讲的 NADP 正它是干嘛的？它是电子接收者，它就是氧化氢组成的。它就会起电，所以呢，而且这个电子掉下去干净，所以它会先接一个电子，变成 NADP， 然后再接一个电子，变成 NADP2， 然后呢，加一个质子变 NADPH， 这样 OK 吗？可是它是不是耗掉两个电子？所以会有两个质子跟着它，因此我们习惯讲 NADPH 加 H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我们会习惯讲 NADPH 加 H 正，但是我们会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现在客户没有这个习惯，就直接写 NADPH 的啊。只是如果你想写个反应式，让它前后的元素跟这个电荷都要平衡的话，你就要这样写才对。他说我写过吗 ？OK 吗？啊，你听到这边会觉得很怪，光反应不是没有产生 ADP 吗？对，光反应还有产生 ADP。来回到这边了，我刚刚讲两次，不知道大家能听出来，就是重点。我可不可以一直跟大家讲，电子被激发出去之后，它从激发可以打到激发开，然后接下来电子能接的是处。我还跟你说，这个不是实际的高低，这个是能接的高低。然后我也没有说这个能接是处来看到说它会发炎光，但是植物情况和作用不是为了发炎光，所以它的能量不会用来发炎光，它的能量用来干嘛？它的能量用来合成 ADP。它的能量用来合成 ADP， 然后把这个 EDC 打掉。它的能量用来合成 ADP， 用来合成 ADP。所以简单的来讲，电子传递的重点就是会合成 ADP。电子传递的重点就是会合成 ADP。好。这个就是诺贝尔奖，来我们往前看58页，那个比较重要贡献的那三个，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卡尔文，有卡尔文群吗？一个叫克列博士，有克列博士群；一个叫米奇尔，他被大家混在里面干什么？他就是把这个搞清楚，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啊，就是概括一个，他们的搞到的化学，啊，没关系，就是这个，他就搞清楚，这个搞清楚，
把什么东西搞清楚，为什么电子传递可以合成 APP， 这个很搞清楚。这其实是 MO， 还是少一个 O， Osmosis 里面化学渗透平方化作用 Osmolation， 它就是把这个搞清楚。那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讲的很简单，因为人家是诺贝尔奖，一定很厉害，虽然花几十年，可是还是很厉害。简单来讲，就是电子传递可以把电子的能揭示出之后用合成 APP， 就这样，很利多，对不对？但是复杂一点是什么？进去我刚刚讲的小故事，我刚刚没有说他电子的发现，他看到电子的发现就蛮强的，然后直子就跑过来，对不对？后来的话，他发现没多久，因为旁边这个的电子亲和力比较强，就把电子抢走，然后直子就抢过来，没抢过来，大家还记得？所以在这个时候，质子竟然就会被打到那个这个颜色，怪哈。然后接下来呢，他抢来的电子又有另外的质子跟对，结果刚进没多久，这个电子又被他抢走，这个质子的份额又跑掉，又跑到我的另外一侧。所以简单来讲哦，什么叫做电子传递产生 APP？ 我讲复杂一点点给你听听看，能听听惯就算，应该会很相关。也就是说，我的电子传递是为了要累积化合的氢离子。然后呢，化合的氢离子浓度，比如它是个浓度，它也是个电位差，一般来讲不是个 potential， 就是个潜能，这个能量的释出都可以转动 APP 合成两合成 APP。好，我刚刚的话如果再讲细一点，电子传递的能量用来干嘛？用来累积化膜的氢离子浓度，化什么膜？化类黄体膜，或是糖状膜，或是电子。然后呢，累积氢离子浓度梯度就是 proton gradient， 就是质子浓度梯度啊。好，那你到底把 H 这存在哪里？存在叶绿体里面。叶绿体里面，大家记不记得叶绿体有外膜跟内膜，内膜那叫基质，然后接下来那一层膜跟一层膜叫叶绿体。但是叶绿体里面叫什么？我们没有给它名字，那个很常见。叶绿体里面确实没有名字，真的要的话叫 lumen， 就叫内腔。就是里面的一个空间。对，我跟你讲一个很白痴的话，假设我们看叶绿饼真的像是个饼在堆叠的话，这个饼皮是绿色的，馅儿是酸的，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样讲对你的记忆有帮助吗？它的饼皮是绿色的，来，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饼皮是绿色的？你可以回答，因为上面有很多光的射出，如果不能，你可以回答，因为它什么光都吸，又绿光都吸，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刚才要说它的馅儿是酸的？为什么？对，因为它会累积 H 正反应。那你为什么有 H 正给你累积呢？因为我有电子传递，电子能揭示出用来创造氢离子浓度。那我的质子哪来的？来自水啊，源源不绝提供电子质子跟氧。这样 OK 吗 ？OK 好，来。